使用逻辑哦，其实各位，如果你要了解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什么 sales range， 好，那像这边还有个 sheets， 点下去有没有？那实际上哦，一个物件里面最重要两个东西，你就要记得，一个绿色东西，这个叫方法，方法有点像动作，做什么事情；一个叫属性。属性的话就是包含它的外观大小一些相关的属性，就是设定值哦，都是放在这个所谓的属性里面。所以刚刚有一个叫 sheet.com 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属性，这个里面就记录什么，总共会有几个工作表，它会回传告诉你。那另外的话呢，绿色的部分就是 sheet.add 有没有？ add 顾名思义嘛，就是什么，就是新增工作表。但新增工作表空白键一下，或者你这边的话，你可以在刮胡之后，他会问你几个问题，包含就是你要 add 到前面还是后面，或者是哪一个位置，其实基本上大概会有这些啦，主要重点就是有两个，你要还有什么 copy， 还有什么 delete 啦。那如果说你要彻底了解这个物件里面怎么使用的话，它有几个方法，我印象中可以按 F1， 就是你直接在物件上面按 F1， 它会跳出说明，或者是说在我们的 VBA 的上面这边会有一个问号。其实呢，所有的物件哦，如何使用的使用说明全部都在这里面，通通都有。所以有些东西哦，即便我暂时不会用也没关系，其实我只要学会呢如何看懂里面的说明，那我大概就知道说这个物件怎么去使用它了。然后比如说要传什么参数给它，你只要传对参数后面都就 OK 了哦。比如说呢，这边点击进来哦，这边点击，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找到哦，像比如说开发人员参考第一个的物件模型参考。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一个叫 sheets 啊，所以它按照那个英文字母排列哦，你可以找到那个 sheets 哦 ，SHH 开头嘛，所以你往下找应该会找到一个 sheets 物件嘛，对吧？这边有一个 sheets 物件，那 sheets 物件哦。里面就告诉你它的属性方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物件成员啊。物件成员就有两个，属性跟方法。那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都在这里面。那包含就是说里面可以做什么，点击进来，其实它所有能做的都在这里。方法，比如说你要新增一个工作表，那就是打一个 sheets.add 到After， 他后面问你说 After 哪一个，那就告诉他 After 最后一个，那就新增到最后一个去了。那 Copy 也是一样，也会问你说，那你 Copy 的时候你要 Copy 到左边还是右边？但如果你 Copy 你没告诉他左边还是右边，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另外跳出一个，独立出来，如果不是前面也不是后面的话，那就另外跳出一个活页簿出来，然后 OK。那还有什么 Delete？ 比如说你今天有大量的工作表要新增的话，大量工作表要删除的话，你就什么跑一个回圈啊，全部都删掉了。这个还蛮常用的，比如说像大量工作从网络上直接下载的时候自动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然后把那个网页里面资料全部帮你倒到这里面来，然后再换下一个网页，自动帮你下一个，那不就从网络上面可以抓大量的资料？像我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有一个啦，就是好像也是从网络上抓。